谢美丽的主持人，我们北门区的张区长、北门农会洪总干事，好，咱的台南市陈坤和议员，啊，方一方议员，阿哥咱的谢长彦秘谢秘书，咱的蔡秋兰议员的王德柱，加咱的蔡淑秋金的议员的周助理，啊，给咱姐姐个咱南关县的副党署长吼，咱的北门产业观光协会的。苏梅理事长哈，跟咱的生态保育协会的黄总干事，啊，尤其各咱的李伟也袂搞哈，反正李伟在咧看摊吼，咱也很用心，今天说一定会来哈。那立委的在曾秘书啦哈，啊跟咱的陈顾的助理哈，啊跟咱嘴在和平友校长，还有我们咱北门区的里长吼，今天我做捧场的吼，真感谢哈。啊，咱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不早了，我在中午哈。这几天天气都是这样哈。不过现在以前看到太阳都会担心哈，就特别会晒黑晒的那个规个脱皮哈。起码看到太阳足欢喜的，因为足久无出来安尼佚佗，安尼出来在外口安尼老老的，就自由自在，又不用戴口罩，就很开心哈。那因为这一次的记者会，最主要也是应该说这一次的活动哈。最主要也是因为咱的这个新冠病毒哈，这个应用太多哈，咱每个人都闷在家里。不过也是因为我们大家都遵守这个防疫的一些生活规定，所以咱也当把这个疫情控制到最后诶。所以咱即马大家拢想要趁这个疫情稳定之后，大家拢要来出发吼，来去咱的要来抓机会啊，来出来佚佗行行吼。那我们北门这一个地方吼，在是好所在啦吼啊，因为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土木建队吼，所以那时候有一阵子也大家也会比较担心的吼。不过我们都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现在都很正常的，而且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哈邀请了跟包括就是南昆生代天府吼来做这个祈福的法会哈，然后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了哈，然后包括跟这个保安宫哈，我们办了他们原本就要办这个灯会哈，就是2020台湾灯会的这个有三十座哈，包括主要的副灯哈，都有在保安宫的保安公园哈办了一个永保平安的灯会哈，细节等一下会再请他们来各位一一的来介绍。那另外在这个我们还跟这个北门产业观光协会，就是我们北门商圈哈。南航商那些做多啊做多还商圈哦，北门自己做多然后，但是所以这次邀请我们大北门区哦，一直来这边办的这个商圈的文创美食市集哦，我那是听讲有四五十档哦，也是非常的热闹哦，难得把这个大北门区的美食哦，那个在文化创意里面来一下登出然后，阿哥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是我们自己办的，就是在这个我们有一个四间的那个员工宿舍哈，把它改造好了之后，我们在去年委托就是公开的这一个招标哈，委托引进了这一个白琳老师他的创作团队哈，就是我们台南市在地的诗人哈，这个白琳老师他的创作团队来这边来进驻在这边一年的时间，然后来做创作，那现在也差不多有应该超过半年了，那我这一次特别邀请他们。这一次来这边来演出，那就是安排在6月27号这一天哈、哦。那我们邀请刚刚那个穆尼佑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歌手哈、哦，这个入围的、哦、那很厉害。以后等他真的出名了，我们邀请不到了，那就高价嘛，就很高了。但是另外我们又邀请了想神啊，这个专门帮我们就是来演唱我们白琳老师他们团队创作的作品。好啊，来我们。立委员赖慧媛赖立委已经到现场了，好，非常欢迎我们的赖委员，欢迎欢迎。所以那一天6月27号，我们把这个他们创作发表的哦，邀请白琳老师，还有他们想象的歌手来演唱属于我们北门在地的歌曲哈、哦，所以咱就是讲利用这个机会，甲伊伫咱北门创作含北门相关的上名，就是咱讲说这古迹更上清楚的，就是咱的。所以北门好所在的哈，这个我们常常在听那首歌，阿个什么相声啊，还有很多五月歌，这个端午节的应景的歌曲，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哈。那所以我们在等一下会一一再跟各位介绍了哈，这整个系列的活动。所以等一下就希望各位能够在6月25号到
4天的端午节连假哈，来到北门区。那除此之外，我们在6月25号那个马沙沟也要正式开幕了2年哦，马沙沟的海水浴场正式开幕。那还有一箭双雕也在7月11号也在七股要正式来开幕哦，都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在趁着端午连假开始，在暑假安排来到我们云嘉南来北门将军七股这边来热闹玩一下。好，那就最后就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哇，非常谢谢我们徐处长的说明跟介绍。所以呢，从我们的端午连假开始，这个防疫新生活就是已经是开封了，也是解封了哈，大家闷坏了，这两三个月来哈，大概一直就是躲在家里，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哈，其实都是除了宅经济。还有就是听说明年妇产科的生意会很好，今后哈那个我们明年的那个幼儿生产力哈会那个爬升。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非常感谢那个我们云嘉南风景区所有的同事你们的努力，因为我们要办一个活动，要办得精彩，要办得好，真的是要投下很多很多的一个精力。所以我们期待就是在这个整个那个北门哈玩起来哈，这一个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能量，好愈侪人哈，会用赚到愈侪钱哈，好愈侪在地诶好朋友，那就是说可以在地的一个，让我们在地的一个经济可以整个带动起来。那祝福这一个活动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委员的祝福，也是我们未来的活动。阿门。徐处长哈，我们最认真的立法委员哈，咱那那位立法委员，啊，可能咱就跟议员哈，咱的德州啦哈，咱的州特哈，州助理啦哈，啊，我们财务议员哈的千金啦，我们的谢秘书哈，啊，可能南昆新哈，咱在田路咱的单副当主长，咱农会哈，也是咱保安局的注意哈，啊，咱的总干事咱的阿明龙哈，啊，可能商圈的咱协会啊，苏美理事长，还有前理事长有志哦，这对哦，做眼睛的做拍片啊，以及我们学校哈，我们国小校长都到了啦哈，啊，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哈，我们在地哈，我们里长哈，里长马上搞啊，个咱的邱理事长哈，咱的咱记者工会理事长啊，个咱的记者先生小姐们哈。啊，各家者吼，咱的好朋友啊，各咱的旅游协会，咱的黄总干事吼，看会到情况，看袂到拢无想安怎，歹势啦吼。啊，各阮主秘啦、主秘啦吼，还有我们房管处的团队吼，啊，你们最辛苦了吼。啊，大家公安，大家好。好。哦，你们官很大了吼，封印解除哦，好来封一下哦。那我们北门闷太久了啦，刚才处长吼已经稍微有介绍过了啦吼。我到这边，今天刚好满11个月了。那阿公要生囝哦，今仔日早就生起来15个月了吼，肚子啊吼，那算肚子了吼。啊，所以讲吼，那来到八门江，看到这个好所在，啊，闷这么久，吼，觉得做不准。因为在104年吼，咱的登革热大爆发，吼，啊，迄阵哦，进前103年，我来遮了解开始，足济人，咱八门尤其咱这个啊老街郊啊，人山人海。但是吼，因为登革热的关系，啊，从啊104年怪，从啊拢没落的。但是甲各位乡亲啊，甲咱中央报告一下，104年两万几例，咱北门是无半例，吼吼，这点咱来个家较欢喜。所以咱继续爱保持这个好成绩，人家较安心啊来啦，吼。啊，104了较无啥人嘞，但是渐渐咱尽量要提升。我们云管处这边也很认真，啊嘛做点设施，那么也吸引那外地的游客能够到我们这个小镇来。但是吼，咱努力的结果哦，抵不过那个吼一些经济的因素啦，吼啊，台湾嘛是拢无讲做进步。啊来，今年去等着这疫情，哇，愈食点嘛吼，愈食点。啊，但是吼，你这个那个解除了吼，因为咱疫情控制得很好，咱解封啊，啊解封了吼，咱想要安怎要来提升咱。北门吼，咱这个旅游业啦吼，啊一寡带动咱的地方的产业、经济的，跟处长跟那个我们的苏美理事长吼，阮大家拢有咧想，啊农会吼，咱的总干事就较在咱的乡调啦吼，其实咱对咱地方真关心嘛吼，所以讲咱今仔日吼，伫这个6月7号以后，我们就要想要怎么把我们地方啊再带动一下吼，就有今天这个记者会了。其实，在6月25号哈，咱天津哈，咱一连串的节目很丰富了。刚才处长有稍微提到了哈，咱早点我
五十吼，咱南昆生咱戴天府遐吼，咱有一个祈福哎，消灾祈福法会吼，就是咱这庚子年吼，咱的端午节吼，诶，消灾祈福法会了，咱即摆六月了就是咱吼有三日吼，咱六月二五加六月二七吼，咱就一个购物节了吼，我们是很北门很少在办这种大型的吼，比较一连串的节目然后的活动。啊，顺着这个好、哦、端午，我们就把它串联起来，哦，所以咱六月二五，哦，咱即卖十二点，哦，咱特别来，哦，咱头前家做一个开幕，来咧，哦，刚才处长又讲了，哦，我们沿海地区，我们这个三个乡镇，哦，这个三个区，哈、哦，啊，有很多活动，我们一系列活动，哦，一直延伸到晚上，我们在保安宫，哈、哦，保安公园那边，我们的灯会，哈、哦，要一个起，哦，起灯的仪式，这个洪总干事他很用心咧，因保安宫已经开百外万了啦。开百外万，啊，公部门家吼，咱讲诶，虽然咱有限，但是咱当有一点，对咱做有心，咱希望会当吼，借着咱一个活动，啊，带动着咱地方吼诶活络，啊，让人家哦，让民众哦，让人民能够，让游客能够进得来，啊，让我们这边哦一些哦产业啦吼，一些电商啊生意能够带动起来吼，迄是咱想期待啦吼，啊，所以今仔日。哦，咱处长哦，啊，真有心办这个记者会，当家啊，有足侪咱的媒体好朋友哦，啊，一寡咱中华贵宾吼，啊来这里感恩记者啦吼，希望这个咱今仔日吼这个记者会咧，啊来等一下的介绍，能够让民众、让外地人吼、哦、更能够哦啊了解我们北门。最后、哦，我希望讲咱这个办起，咱麦当当帮忙人咧省，咱希望会当吼把它哦传出去。希望吸引外地的游客能够进得来，吼、哦，进得来。我感觉安尼吼，这个意义太出来。啊，但是吼、哦，凡事拢有起步啦。咱今仔日做了咱的起步，啊，咱期待吼、哦，有咱的大家再用心，啊，咱一步一步，从咱昔日的那个光景吼、哦，再把它带，再把它拉上来，吼、哦，再把它拉上来，吼、哦，让我们出去的话，觉得我们以北门人吼，吼、哦，就觉得很骄傲了，吼、哦，很骄傲了，吼、哦，这个是咱大家期待了，吼、哦。啊，而且呢，祝咱今仔日吼，我们这个今天的记者会能够圆满成功了，吼、哦。啊，在座的中华贵宾啊，好朋友了，吼、哦，啊，大家当然身体健康，啊，事业发展，吼、哦。啊，平安大汉子，感谢，谢谢。哇，非常，大家先手握着咱的风条哦，来先慢只听的哦。来，先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摄影媒体朋友，正前方的哦，一二三，看一下片，各位贵宾右手边，各位贵宾右手边，来，我们脸稍微往右侧一点点，一二三。来看一下我们左手边的摄影媒体朋友，来我们脸往左侧，各位贵宾的左侧，一、二、三，这是我们的第一关，我们一起倒数三秒，我们用力的把封条撕掉，来，我们一起倒数三秒喽，三、二、一，哇！大家看起来已经闷很久，所以扯下来那一瞬间哦，真的是非常的爽快，哇！够一张解封令呢！啊，这个解封令得爱麻烦咱徐处长跟咱的委员，我们一起来撕掉我们的解封令，才能象征我们整个正式解除。来，我们一样画面看一下正前方，来，我们看一下正前方哦，一二三，好，我们一起来，哇，我们北门正式解封，北门玩很大。封印解除，邀请大家来封一下！哇，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第一个连假6月25到6月28，来多了今仔日咱台顶的贵宾以外，咱今仔日还有没有交集？你准备啊，跟咱其他的贵宾来，我们是不是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学校的校长，还有我们的里长一起叫到我们的台上来？哇，咱一个活动吼，非常感谢真侪单位的配合。来，咱所有的长辈啊，甲咱学校的校长，哇，咱嘛是共同吼，做伙推动咱北门的观光哦，甲发展。来，咱的长辈，哎，啊，长辈啊，拢是惊拍恁面啊！来来来来来，咱长辈啊，甲咱的校长吼，大家做伙来，哎，我们还有很多的手拿牌，哎，还有很多要麻烦大家帮我们加持，按个赞一下哦。来来来，马金波诶，白呀诶，马金用家己的手帮自己按个赞。等一下，我来喊一下，北门赞不赞？大家要用力的喊出来哦！来，北门赞不赞？赞！
哇，各位贵宾来加持推荐一下，一定要邀请大家呢。6月25第一个连假呢，6月25到6月28，一定要来北门疯一下。来，我们的媒体朋友都有拍照捕捉到画面的吗？来，好，谢谢，非常谢谢。